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大哥，你就穿这身跟我相亲啊？对呀、啊，以前相亲时我还租一套衣服，但是今天听说你这个条件不咋地，估计我也看不上你，花那个冤枉钱干啥呀？因为下午2点见面，也是怕我吃东西吧？没错没错，就是要避开饭点儿，我怕你蹭吃蹭喝，最后又昧着良心夸我是个老好人，白搭一顿饭钱。哎呦我的妈！有没有钱省下来买果蛋皮吃，不香吗？真没看出来，你这歪心眼子还挺多。我只是看上去傻傻的，又不是真傻，这叫大智若愚。你不说你170斤吗？我咋瞅着不像呢？啊，我瞒了你20斤，实际190。我听王姨说你眼神不太好，我以为你眼瞎看不出来呢。不过看你那满脸褶子老妹儿，你也不像30啊。我比你实惠，你瞒我20斤，我才瞒你8岁。哎呦我的妈！38了，现在不是有美颜吗？化下妆，美下颜，母老鼠都能变貂蝉，再加上满脸化妆品，我说28你也看不出来啊。既然呢，咱俩都是千年的狐狸，也就别扯那聊的，都实婚的。好，听说你想找个懂你的。对，懂我的贫穷又不离不弃的。那太好了，我跟着我前夫过够了开宝马住别墅的日子，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日子是多枯燥。哎呦，我现在就想体验吃苦受罪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哎呀，那你也找对人了，就别的不敢说，就在俺们村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再比俺家穷的了。好多人都想认识地保大爷，俺家亲戚好几个都是啊。那我真找对人了。哎，刚才你说你结过婚？不多，结过2次。大师说我命硬克老公，让我多做善事，我为了救他们一命就跟他们离了。哎呦我的妈，那是我的过去了。你有啥过去呗大哥？哎，我过去是光棍，现在还是光棍。听说找对象幽默帅气多金三样具备两样才容易，我就占了一个幽默，还是长得幽默，所以我妈让我在相亲市场里撞撞运气，说不定啊就有王八丑绿豆对上眼的。你看我妈说的多准，这话说出去没3天就碰见你了。真没看出来你这窝窝囊囊的样子，听说还给世界500强企业做宣传呢。那只是个周末的兼职，凑合瞎干呗。那可是500强企业呀，还兼职，挺累的吧？累啥累呀？就到街上给肯德基发传单，发传单能有多累呀？工资日结的玩意儿。哎呦，那你主业是干啥的？汽车进出口这块负责人。汽车进出口贸易啊？不是不是，就是停车场看大门的，汽车进进出出，我给他抬下杆儿。老妹儿不会嫌弃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现在倒贴都没人要，也就你不挑食能看上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可别高兴太早，我找你也是在你这儿过渡一下，以后说不定咋回事呢。俗话说得好，谁能笑到最后才是笑的最好的。想一块去了，又想一块去了。为避免夜长梦多呢，咱俩事就算定下来了。你看老妹儿，我还用给你彩礼不？要啥彩礼啊？我前2次结婚给的彩礼都没花完呢，还剩个10万，回头我当嫁妆全给你带过去。哎呀，